我完成了，我完成了，我完成了，哈哈哈哈，我完成了！哎呀！博士，什么事这么开心啊？当然开心啦！走，我带你们认识新朋友。让我为你们介绍人工智慧全能钻地机艾可。哇，酷毙了！博士，它有什么功能啊？嘿嘿，它的本事吧，不如让它自己介绍吧。自己介绍。大家好，我叫艾可。除了能在土壤与地下水中自由穿梭，还能侦测各种污染物质哦。希望有机会为你们服务。哈哈哈哈哈！好啦，五弟、华特，今天来找我有什么事情呢？博士，最近发生好多奇怪的事哦。我最近听邻居们说，他们院子里的花圃、树苗都莫名其妙的枯死了。嗯，学校里也很奇怪，有些家里用地下水的同学都说水有奇怪的味道，让我好担心哦。另外啊，最近有几位邻居叔叔想要卖了他们的土地，帮社区盖活动中心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以前还蛮值钱的土地，被商人说已经没价值了。哦，有这么多状况啊！看来事情有点严重哦。不如我们前往地底进行调查吧。可是我们为什么要钻到地下去呢？哈，俗话说。对症下药，刚才说的问题其实都跟土壤品质有关，我才想让艾可带你们到土壤中找出造成这些症状的原因。就让我们展开一场地底探险吧！酷，做完了，扣紧安全带，让我们出发吧！走吧！事情的确不单纯啊，艾可，拜托你侦测一下。根据侦测，这附近的土地都受到严重污染，因为工厂都任意排放废水，还有太多任意丢弃的废弃物。常见的加油站没有做好管理与维护，也会造成污染哦。污染源哦，真可怕！土壤一旦污染，就很难恢复哦。可是为什么会污染得这么严重呢？我看呐，我们不如把土壤精灵叫出来问问吧。土壤精灵，艾可，拜托你啦！好，精灵召唤机。找我土晶晶吗？你就是土壤精灵吗？哎呀，你被污染了，好恐怖啊！不过是一点污染，又有什么好怕的呢？还是你们的好朋友啊！来，尝尝我种出来的水果吧。可以吗？不能吃。我听老师说过。土壤污染会毒害农作物，影响人们的健康，还会破坏整个生态系统呢。哈，哪有那么严重？我想想，你们城市里满地都是柏油路，家家户户都有自来水，一点点土壤和地下水污染，对人们哪有什么影响啊？别被他骗了，华特说的一点都没错。首先，受污染的土壤会让植物、农作物发生病变，这也就是邻居们花圃枯萎、王伯伯稻子长不好的原因。除了影响植物生长，这些受污染的植物如果被人类、动物吃下肚，大家的健康就遭殃了。另外呀，有害物质也可能飘到空气中，或者进入河川、海洋，会污染整个生态环境呢。这么严重啊！嘿嘿，既然你们都知道了，再告诉你们一件好笑的事情：土地的叔叔最近想卖土地，价格不是跌了很多吗？原因嘛，也就是因为土地被污染啦。很多人类都不知道，土地一旦遭受污染，就卖不出去了。哈哈哈哈哈！这都是你们人类自作自受。哦，没想到这些问题都是我们人类自己所造成的。博士，我们能够为土晶晶做些什么呢？土地的污染是长久累积而产生的问题。原则上呢，土晶晶应该有能力缓冲这些污染的侵袭，并且自我净化。但是目前从艾可分析的资料看来，污染过于严重，必须要花费极大的心力整治，短期内无法让它完全复原呐。博士，您为我配备了最新开发的生态净化光束，可以有效地清除生态污染。虽然范围有限，但是可以让土晶晶先恢复到健康的状态。也只能先这样处理了。回到地面啊，我一定要教导大家做好保护土壤的工作。艾可，去吧。我恢复了吗？谢谢你们，太棒了，艾可。我很幸运能遇到你们，让我获得了重生。但是我的朋友水灵灵或许也发生了跟我一样的问题，我很担心他。可以请你们陪我一起去看看他吗？博士，我们可以陪他一起去吗？博士，去嘛！我想你也一定很担心那里的情况。土壤与地下水确实是息息相关的，若土壤遭受污染，地下水很可能也会遭受波及。博士，我拥有水中行动模式，安全无虑，建议一同出发解决危机。好吧，希望还来得及。艾可，出发！即将穿越土质层，10秒后。地下水层接触，这里也被污染了，希望水灵灵没事才好。艾可，麻烦你对于水质进行侦测。好的。真是不妙，地面上的污染随着雨水与河水渗透过土壤后，也污染了地下水。那是水灵灵，求你们快救他！博士，艾可，启动精灵召唤机，让他进入驾驶舱。遭受攻击吗？对。居然还召唤我进来，你们好些人类毁了我的家园，看我怎么对付你们！地下水精灵，我们是友善的人类，为了调查环境污染而来这里。你看，土晶晶也与我们在一起哦。水灵灵，是我，他们真的是好人。你看我是不是比以前健康多了呢？对不起。 人类总是没有妥善的处理废水与废弃物，让你们受到了很大的伤害，我们的生活也因此受了很大的影响。我回到地面一定会告诉大家，让大家知道保护土壤与地下水的重要性。你愿意原谅我们吗？嗯。模式。 可以请你帮帮忙，救他一命吗？博士，能不能再使用一次生态净化光束呢？这生态净化光束需要消耗大量的能量，艾可啊，能麻烦你评估一下我们剩余的能量吗？看看够不够再使用一次。 使用一次，但使用后我们必须马上返航，不然就无法回去了。艾可，去吧。太好了，你没事吧？嗯。谢谢大家让我们变干净，我们再也不要受到污染了。很高兴。 艾可，回实验室，出发！做了这么多冒险，大家一定要做好土壤和地下水的污染防治工作哟。嗯，我们会的。记住，维护泥土的生活环境，预防胜于整治哦。嗯。哈哈哈哈哈！ 博士，午安。徒弟华特，今天怎么有空来呀？哈，博士，我们是来跟你报告，自从大冒险回来后啊，我们在土壤、地下水保护防治上的努力哦。首先，同学们听了也都说要和我们一起努力呢。 们的花圃农地呢？昨天做了调查，生长的挺健康的哦。叔叔们的土地也谈到了好价钱，社区活动中心就要开始动工喽。嗯，很好，大家的努力都很有价值呢。真想跟土晶晶还有水灵灵分享这些成果。 哎，不如我们再去冒险一次吧！太酷了，艾可，我们走。土净水清，家园永清。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关心您。